先检查我们的压力是不是降到了零。来，请比这个动作。对，压力降到了零。第二个步骤，把电源关掉。电源是这一颗，关掉。没，这个到时候会让你们多练习。好 ，OK， 这时候呢，可以把门打开，把我们的灭菌釜的门，对，这个字，哎，这样，它要转的时候，往上这个方向，右手定着，好，来 ，OK， 好，然后打开，人后退，不要碰它，让蒸汽跑一下，好，这时候戴手套，我跟各位讲哈，我硕班博班都被烫过，烫不是说要送医急救那种烫哦，就是被蒸汽熏出来。因为我喜欢穿短袖，我承认哈，我在硕博班的时候，我几乎不穿实验衣，几乎不穿。那好，这边让一条路，我们到水槽旁边去。好，到水槽旁边 ，OK， 好。有人闻味道夺门而出了，好，放着。